要不然去你家玩了，要不要？我每次找你，你也不来啊！哎、欸，哇哇哇哇！哦，我哪我不去？好、哦，下次我啊，我去马来西亚，我去马来西亚抓包了啦。好、哦、啊，我下次去马来西亚，你要在哦。那我们去泰国、啊，我们如果要坐什么公车什么的啊，那边站牌都泰文嘞、欸，那边几乎都三轮车啦，三轮车也是要看讲目的，计程车那种东西啦，目的地我们要去哪里吧？所以就跟你讲说，看你们啊，我知道了，我不用，我觉得不用，我们就用 Google 翻译，然后翻给他就好了，干嘛呆呆去哪里，他就直接载我们去、哦，就这么简单，对吧？地点就只是这样而已嘛，很难吗？到时候去那边，如果你就交给你这样做啊，如果不行的话，啊、到时候就把你丢包在那边。OK 啊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、啊，好不好？哦，就给你用哦，全部给你用、啊。那我把泰国那个人的资料传给你，你去跟他讲，你去跟他讲，好不好？对啊，你跟他讲。没有，我们就可以拍片说我们的第一次来泰国玩，然后我们这次要全程用这个 Google 翻译，看能不能行。你拍嘛，你拍啊，还是我问一下我泰国朋友。你泰国朋友，干、啊、你不好讲哦，干你不会早讲哦，你不说是不是啊？扣五千块啊，扣五千块，住什么城市啊？要不然找黄俊伟，还是菲律宾话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？哦，没有菲律宾话，这个菲律宾话干泰文屁事啊！多多少少会混一些菲律宾。对啊，你泰国朋友。我在新加坡认识的，你说他泰国拳王哦，那个拍拳王那个，啊，不知道，哎，你泰国认识啊？他是台湾人，新加坡认识的泰国人，他就去比赛电报我，然后认识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哎，靠杯啊，他跑去菲律宾留学啦，看吧，我就说跟菲律宾有关系嘛。Oh God！ 哦，摩天大楼，然后给他翻，有没有？坦白听德古拉发，坦白听德古拉发，没有，太小了，这怎么可能没有用啦？这一定有用。坦白比比要发，我要去男人酒店，天哪！坦白听路人猜，嗨！可以呀、啊，可以呀、啊！突然笑，你现在是在排挤泰国人是不是？但是笑你怎么那么智障？靠背哦，好不好？我们用个最长的片语。这附近有什么好玩？这附近有什么好玩？然后那个司机可能我们上车就会说啊，萨瓦迪卡，然后我们就哦，我们要按我一上去，按你一上去，巴呀，你，哈、啊，你鸡歪呀，好，我先模拟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去泰国的时候。那是我们一上车，司机又好我知道，我当这个司机，你当嘞啊，你当司机啊，我等下我现在啊，你坐不漂亮，你要来到我现在来到一台电车哦，开门，好，我们大家坐进去，我们就我们要去哪里这样，然后司机就会讲啊，萨瓦迪卡，干不台哦。你在傻小，你在傻小啊！啊，Kan Zulu Kena TV，OK， 哦，说实话，我觉得你的泰文讲比英文好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去泰国的时候，你就这样跟那司机讲话。我跟你讲，你要这样讲，我 OK， 我就不要跟团，我们就自由行。我就跟那个人讲说，我们自由行 ，OK， 我们就自由行 ，OK。
全部叫你 Google 翻译，我都不相信办不到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你确定吗？哎、欸，真的是，我们连一场都要跟他那边打打打打打。哎，我现在先模拟各种情况给你们看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坐飞机，好不好？我们下飞机了，我们要先写一个入境卡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先写个入境卡，他可能就会说。哎，干巴呆，干巴呆呆，要不然在机场应该是讲英文啊。哦，讲英文啊，讲英文，他就说，哦 ，Can you？ 哎，这虾机嘞 ，OK？ 好，我们就国家小了啊，我们就说。卡马犬黑产的乳麦，点开的卡马犬马乳麦，就是我先跟你讲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大家不是，等一下，重点是说。我们现在重点是你要写那个东西的时候，你还不会拿到网卡那些，因为你要拿网卡那些，你要到他们，你要先到，哦、你要入境、哦，你是说他们才会有那些东西，所以你没得翻译对啦，对，除非他们机场有网路，可是你又啊就开漫游嘛，我没有钱吗？啊，我没有钱吗？欸很贵耶、欸！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超贵哦、喔！你知道不要靠背哦、喔，我们多有钱、啊、好不好真的很贵，你可能账单一来，大概就是一万块起，一万起跳，要慢慢跟我哭哦、喔，你他妈的！好，我跟你讲，好就这样子，我们漫游给你开，你到时候不要给我唧唧歪歪。哎、欸，观众在作证哦、喔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直播等他不删哦，他就留这一句哦。我还剪精华、哦。对哦，靠北在直播哦。哎、欸啊，你今天不讲话是怎样嘛？怎样、啊？等一下，怎样？啊，不然这样嘛，好不好？以我们的名气这么广，对不对？欸、没有，不忙不红不红。没有啊，没有，我们不红。你比较你最红。一定有人现在泰国留学。欸、不用，靠北有白痴哦、喔。我马来西亚有朋友叫开到泰国啦啊，我先打给他好了。好。我打给他，我打给他。我这边想杀你。哎、欸、呀，我大学好吗？鸡、欸，大学不是读一年的滚蛋吗？对、啊，好吗？鸡，你唬谁啊？你他妈的！哎呦，一年我都可以交到好妈鸡嘞！开玩笑你。哎、欸，我找到他，我先打他，干，你超像直销狗嘞、哦，到处乱打电话。哎、哦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最近过好不好？”我最近到新的赚钱方法，你要不要学？你要卖一下是吧？喂，哎、欸、，Hello， 你在哪里？你在马来西亚、喔？对啊。哎、欸，真的、喔，哎、欸，我们要去泰国玩，你可不可以带我们玩啊？什么？你可以开车到泰国啊。泰国又不能到，只能到那个河埃那里。什么叫河埃？去一个地方的时候，寒埃。寒埃，你只能到泰国的寒埃，是不是？对。啊，你可以到泰国的寒埃的走路啊，走路到泰国。太酷了。对啊。我们十一月初要去泰国啊。去、欸、我们要去哪里啊？曼谷啦！好、哦，曼谷、欸、我们要去曼谷啊！你要不要来？曼谷我要坐飞机。你要坐飞机？为什么？曼谷很远嘞。从马来西亚到泰国开车不就好了没？很远。哦，去要曼阿阿路开车要开多久？十几个小时，你骗人哦！真的，我台北开到台南，我都不用四个小时，你从哪？然后我要快接近十个小时啊！哦，你要啊你就开十个小时嘛！明天你要去？我们11月5号啦，去到11月8号啦，去3天？什么？你们是、欸欸，真的跟你是好妈，你怎么跟我一样啦、啊欸？真的跟你就是好妈，你还真敢四天呐、啊？四天那么短、喔，你觉得泰国去4天很短？那太可爱了吧？你觉得去4天很短就对了，你去泰国很大，玩不完的意思就对了。泰国很多地方可以玩，因为我也是这样跟我朋友讲，我朋友他们就说4天OK， 他们把泰国当成香港在玩，真的傻瓜。好、哦，所以你说好咯，哎，你会不会讲泰文？你会不会讲泰文？不是，我没有要去，我是说你们玩得开心。
你没有要去，你跟我讲那么多哦，浪费我时间你哦。哦，你十一月要去越南，你要去做越南河粉哦。去越南，越南在泰国旁边吗？越南在泰国旁边。越南，那你从越南开车过来要多久？哦，越南不能开车啊、哦！越南啊，越南不是在大战吗？是在靠背哦。越南大战你不知道、哦？你什么时候要去？你什么时候要去？你什么时候要去泰国？哎，不对，你什么时候要去越南？你跟我讲。10号是不是？那来得及吗？那你前面可以先来陪我们玩一下啊。好，不然这样啊，玩什么？不然这样啊，你马来西亚哦，坐飞机到这个泰国多少钱？不知道。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你不要往我去查哦。不要了，我帮你出啊，好不好？不好，现在是不给我脸，是不是？你要找不到，哎呦，在好不好？玩完人家就丢，我都在呀、啊，你都在、啊，刚好打给我讯号都不好没。我的，我为什么不想听我虎？真的啊，人家真的是喇叭嘴，对吧？这么久没见面了，见面一下嘛。好哦、欸，你真是人尽其用哦。好哦，你还在不好，你讲不听的你哎。讲不听，靠呗。马来西亚比较贵啊。啊，不然你去新加坡。去新加坡干嘛？哎，不要不要，我们这样，要、啊、不然去你家玩了，要不要？你家那么大，你家1000多坪不是吗？你到底拿了1000多坪？我哪有讲，是你自己那边。啊，你真的不要跟我们陪我们去泰国就对了，真的不要。啊，你不是有一堆朋友？我没有，我没有朋友，我只有你一个朋友而已、啊。OK， 你不用去啊，你不用去啊，你不用去啊，你自己去，你不用去啊，你不用去啊。好，所以你说好了。哦，你哦，你这样子绝交哦，你这样不行哦，这样子真要绝交哦。你来新加坡啊，不然就来马来西亚。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就对了。可是我还没有那么多钱呢、欸，我现在没有那么，我现在月收入才22K 而已、欸，真的啊啊啊、欸！那我问你，你有去泰国玩过吗？啊啊！你会讲泰文吗？我会讲泰文啊，不会讲泰文也可以在泰国玩是吗？可以啊，哦，可以嘛，所以是这是没有问题的嘛？没有问题的啊，你讲英文啊？哦，都讲英文，讲英文可以哦。哦，在曼谷可以讲英文哦，曼谷人也会讲英文，对不对？啊，他可以讲台语吗？是不是脑袋被狗干到、啊？当然王八蛋。有一些地方会讲台语，真的哦。哇、哦，很屌呢你哦，哎呦，哦，所以国语会通，对不对？啊，英文也会通哦，刚好我英文蛮强的。OK 啊，英文有英文就 OK 了啦。好哎、欸，我英文很强啊，开玩笑。你安、啊、你还不睡哦、喔？是不是开玩笑？哦，安、啊、你不用上班哦、喔，要你管了。哦，要我管。那个因为我边听音乐啊。是吗？没有音乐啊。有啦，我用耳机听，你当然听不到，你听得到见鬼了。听音乐。好啦，真的不来哦、喔。哎、欸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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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
好，那如果我们真的去马来西亚的话，那你就你带我们去玩哦，好不好？那你自己去就好了。对，自己去，我们要去哦，我们没有去哦，我没有去哦。我十二月要跟我女朋友去日本哦，不要去马来西亚。啊，你要去越南干嘛？大战，大战，你真的是大战，越南大战呢？爸妈去玩哦。好啦，好，好了，拜拜，好，拜拜。哎、啊，你没有跟他说爱你啊？喂喂，后面各位，哎，后面各位，哎，黄子，你卖我别恭维，哎哎哎哎，哦，怎么感觉刚刚最后一次，哦，好了，爱你啊，想你哦，对啊，感觉应该是都只接才对啊，对啊，怎么这刚才不是刚刚这样接吗？你刚刚口气就是，你刚刚本来要这样接，你是突然想按，啊，黄子开直播不行了，你，好妖哦。